Go! Yeah! 要我先选吧。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袜子啊，把碗交回来，我们上炕准备开始啊。拿到自己的袜子。别穿两双袜子在这儿干嘛？二十倍。我跟三哥。来，第一轮对决的是。我玩啊。只说不用用手对吧？对啊。那我可以用眼睛去眨吗？理论上来说，你只要不嫌埋汰，可以用上可以用眼睛把它眨自己的袜子就行了。去扒了袜子来。我们扒袜子了呀。啥？就是刚刚发的那双。那双吗？哦。那不一样啊。你怎么是红的？你凭啥让马哥一直 ？OK， 来。三，我们正常吧，要不你。二。这个管家好奇怪啊，这是有点像在勾心斗角，认真一点。斗角看出来了，勾心倒没看出来。勾心斗角，能比出爱心来感觉。这怎么玩啊 ？Much later。啊！我的天哪！记得当时玩这个游戏不是很激烈吗？都翻滚了。对呀，我天，之前玩过吗？之前玩过。好久之前。这个可以用手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用手。不可以。我听到你的骨头响。好奇怪啊，这个画面。刺激啊，这个。我帮你们把画面挡一下吧。好离谱啊，好发挥一点。要我加油啊！用力！要我加油啊！用力啊！出来了，快出来！小孩用力！真的！哇！让我认输！我输了！耶！终于结束了！我怎么输了？他出来了！这轮的胜者是。你怎么是左脚啊？我问哪只脚啊？不好弄。不是两只脚都可以。三。二一，开始！不想两只脚。他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脚趾夹。你也好装。这样是吗？召唤兽吧，我要召唤帮手，我要召唤打手。召唤打手，威我五十。召唤打手，召唤打手。上袜子啊！啊！会不会直接死？啊！那个快！那个威我五十。快秋裤在这儿啊！没有秋裤，真的没有吗？开玩笑啊！这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画面有没有可能一只脚直接杵到嘴巴里面？一会儿谁要是你玩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就不管输赢了。我今天玩的都是效果，你们不退下来一半儿？对，退到这儿就是生死局。来来了吗？生死局都有意思，打后羿了，打后羿了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能去找服装老师加个铆钉在我的他们纸上吗？不要。哦，不能用手而已。对呀，不能用手干嘛？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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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都踩不到他脚。关机啊！关了，关了。他脚呢？五十，帮你把他脚崩了。哎，你可以把你的袜子再套回去了。对，你可以往地上杵，用你灵活的脚趾。对，很清楚。哎呀，趁虚而入啊！脱他的脚。啊！哦！张哥，直接跑到这儿是吗？直接生死局，好看的，看点来了，给我塞嘴里。原来这是我们回合制。回合制，那我先呢？我们回合制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只能就是只能抱搓一下。
这样搓下来了就搓下来了，搓不下来就那就到我来搓。会玩的，会玩的，就是、啊、就是你把腿、啊、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挺好玩。来吧，对赌生死局。石头剪刀布。我就玩了，我就来就一次，一次给他薅下来。这个有意思，这个。哎，不能动。哇、哦！三哥，我要是我了。石头剪刀布。不 ，nice 啊！他退下来了，退下来了。哇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张哥这样的，张哥一直出石头。张哥，我想看反杀。石头剪刀布。张哥，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哇，掉掉了，石头剪刀布啊！你的脚不能跟着我，再次给你来机会，要赢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找一下发力。你把这个袜子脱了，拿大拇指直接夹不就掉了？石头剪刀布，布啊！整个脱了，整个这样一夹就掉了。哎，不如要掉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整个戳进去。脚在这儿。猜拳选数字，咱们我能用脚打响指。你，嘘，哈哈哈哈哈！亮亮，嘘嘘嘘嘘。我天哪！啊，石头剪刀布，削剪布，削剪布，布。来，出了轮，轮空。哦，四个，六个，你差不多数。你想的挺美。袜子在翔哥这里。你喜欢数字，二号。你怎么知道、啊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二号？因为我说，因为我在里面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没有，我赞同，我赞同，真的，我赞同啊。好的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最后一个，四号。哇！哎哎，看一下头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布布，那就前面那个一号啊。十八，我是啥？你怎么呀？你还比我贵？我这25块钱。我进我这行不行？我觉得。我就20块钱，穿这个好难受啊！给我挡一挡。快，你给我一只脚，我试一下五指袜。还有一只呢，你去试吧。还有五指鞋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弄啊 ？Just you know why you and I will buy and buy。奇怪，它就像那个工地的手套套在了脚上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这样夹着你就扒拉不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我用手来吧，来吧。联盟了，联盟了，你们。那就是。那我先三个停了吧。我也觉得可以。马上不早点过来，本来让你过来的。对呀、啊。联盟了，联盟了，你们。我只接受玩生死局，那就不接受。对，3、2、1，混战开始。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把这个五指望弄掉啊？对，这五指望。对，五指望。没有，你感觉你能赢的就五指望。联盟已经瓦解了。五指望是最难弄的，不是？五指望说句公道话，弄。我抓是真不好弄，没有，我们先弄他，只要我丁哥脚趾抓起来，三个弄一个，行吧，我们俩联盟啊，我们俩。谢谢吧，哎，我也觉得，可以，还能看见我，小哥，让我你跑得真快呀，我还想多玩两轮，小哥，好办法，你要不然跟我玩生死局。好，你们俩玩生死局，那你们俩先玩。你们俩先玩去啊！你先跟我玩生死局，对对对，玩。你被别人卖了，你还帮他们数钱呢？玩生死局，我输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没有，不会。没事，那至少我比你名次靠前一点。呜，你怎么生的死啊？你不是生死吗？你活得太好了，你现在。威我五十，看看实力。快点，快拖一把。好，拖一把。我们这两个太生死了。这个后面还有个防滑胶呢，我看一下。这后面防滑胶，那个防滑胶如果有用，我的脚也不会。我也想看。哇！耶！
这个滑滑胶溜有用，我的脚也要被人想每次都被。你被别人卖了，还帮别人数钱呢，马哥，你们反应过来吗？理论上来说，他这个是 OK 的。那我们混战产生了第一位淘汰者，莫名其妙得了第三，耶！原来这块不是你们两个真的联合起来先把五指画弄掉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反正我不在，我随便说。我觉得五指画最难弄。对啊，我可以翻他另外一只脚。我在找时机。没事，张哥，明天起来我们一定找得到。明天起来我们一定找得到。哦、oh.。对，你先睡一觉，我慢慢来。哎，你睡了给张哥，哇，我们张哥能不能起来？能不能起来？看你了。先干一只下来。你在干嘛啊？这个画面变得奇怪了起来。我这样不知道看的怎么那么奇怪，好像有些星星。逐渐的迷失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赫尔那个是最好拖的，你们不拖赫尔，因为他们要最后再把我留下，我知道他们。对呀、啊，赫尔这个最好拖。好坏啊！丁哥这个最难拖，但没人弄丁哥。对呀、啊。没有，有啊，张哥。张哥弄他。但是我是会帮丁哥的，好难呀！这样吧，十元的布输了。这样，威武五十，刚才那下有点猛，可以是吧？防守，威武五十可以召唤防守。好，控住了，这波。人呢？腿呢？这波一技能甩脸上了。这是拿那个鱼。像那鲨鱼，对，那鲨鱼抱住了一条鱼，然后那条鱼的尾巴。老板，我就要那条。哎，这条，就那条。抓住它。张哥被勾中了，马上就要被控死了。好，哇，怎么解除控制？我进化了，我。哎，张哥脱产了。哦，怎么说？有说法了，这波能逆转吗？嗯。能够转吗？哦、oh. ，算了，没必要。有嘴巴，可以，可以，来了，宝贝儿，我不介意看他用嘴巴。我来了，五指蛙，我跟你拼了！真的，我觉得打到明天早上都没劲。这样吧，要不咱们都拖到一半。对，都拖到一半吧。不行，船袜不能拖，我重铸船袜最后的荣光，天不生船袜，哎呦，老板。天不生船袜，时代风韵袜子界万古如长夜。过来，快下去了，快过来。我对你是好的，我让你快过来。过来，过这边。可以请帮手，可以请帮手。为我十块。帮手。打掩护，叶双鹰。过来，过袜子界的叶双鹰。剪刀脚腿。剪刀脚腿，后盾，确实他在跳爵士吗？加油！哎呀，趁张哥不注意，就把他袜子脚下来。船袜怎么那么难脱？哎，什么袜子掉了？哎，我怎么袜子飞了？张哥，我们俩就别动。有说法了，别动吧，还是太痒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！勾住了，它没了。哇，被拖掉了，差点。哇、哦，折叠反杀！我勾住了。不要！开大！不、哦，掉了！这波强行，这波大哥属于狂战士开大。
福，祝福。我觉得弄到他们嘴上是不现实的，弄到我们嘴是现实。哎呀呀呀！我们好强的氛围状态。哇，张哥打了一套 AOE。哇。Much later。你们的脚能长根针出来吗？我能不能把指甲剪一剪，剪根针出来？我想剪一个这样的指甲，现在能满足我。我看看这里有个缝。耶、yeah, ！我感受到强劲的力量。快啊！没救了，给我再来一下。还差一点。搓搓搓搓。啊！哎，丁哥来了来了。哦。是不是也可以复原？好帅呀！好乱呀！好乱呀！别人问你，好乱！我特别乱着呢。他的腿怎么那么灵活？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兼职？帮别人踩背？还有一种玩法。好热呀！还有种玩法，怎么玩？你这短裤啊？你干嘛？我绑住啊！绑住！有说法是不？这时候我已经摆了。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第三？赶紧摆，摆了，快快快，摆了吃饭，摆了吃饭，好久了。那我来帮你。有20分钟了吧？啊，要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三英战旅。哇，如果是亚轩哥哥的话，一定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好厉害，张哥，直接 remake， 加油！这场男人的争斗，加油你们俩。哎，今天来吧，都不可能是。有没有场外控制啊？我只保球啊。咱们都垮一半就行了。我可以垮一半，垮一半吧。这一样的。他跟我闹呢。我放这儿，你放那儿是吧？我就放这儿吧。不，你放下。兄弟们，快点把饭都闹呢。好，我输了。对，输了要紧。对，输了要紧。没事，就这样，我能接受。不，我直接把这个布走下去。哦。当你好漂亮。两极反转。No。耶。别玩了，别。好好好。兵哥守在哪？完了，吓人了。OK， 不能让客人赢啊！我要干嘛？哎呀，害怕死了我！我太害怕了，好吓人啊！他们俩战争好激烈，可以挠痒吗？哇，无知化好赖皮！无知化，这样都受不了吗？他无知化，他甚至……哎，这样，我们开启一个那你们后面的老师队战队。那我站，我站林哥，我就生死决。每个人都有，主要是五指袜太赖皮了，五指袜太赖皮了，来吧，我站五指袜，还真勾不下来，这刚刚打没的，你看自己扒了这来的，这样就能勾下来了。你说来我试一下，你不勾进去吗？你勾进去我咋下来的？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只鹤。真的真的，你也拉上去上钩，我也拉上去是吧？生死局，生死局，来吧，生死局，石头剪刀布，那我赌二一。哎，你的腿能不能？我要是这样子给我观察一轮，我也转过来。他按住，我是，你都这样了还按住？你别按住了，别按住啊！那我站丁哥吧，我就站克尔。Yes， 克尔划拳运气好，我买丁哥。我买赫尔，我买赫尔。他五指袜只要一直这么抠着，打死都下不来。脱了，对不起。石头剪刀布，好像腿毛啊。就这一次了，看到吗？我赌丁哥吧，已经发不了了。开始了，完了，记了，兄弟们，明天再见。哎呀，让我们恭喜丁晨曦。Yes。吹响反击的号角，石头剪刀布，呀，来，把你的脚立起来。丁哥，你可以把那个脚趾抠下，看看能不能夹。你开心。不是，你的脚怎么不灵活呀？石头剪刀布。游戏结束。啊。输了，怎么解决的？恭喜丁哥最终获得了胜利。但是啊，我不要这奖励，但是我想要照点赞呀、啊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
奖励，风趣多彩。好，我不要这奖励，你还挺的脚真。来，贺老师已经说出了他的成语，他的脚艺术。站队对了，我们不合照点赞，我们就夸一下他的脚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吧？他俩都满目，他的脚还是什么？快呀，张哥，我们成任务啊，兄弟们！我的脚什么任务啊？拍照啊，要跟他脚合照。谁说的？没听到吗？我怎么说？他的脚生龙活虎。我明明是第二名，我明明是第二名。他的脚多姿多彩，多姿多彩，多彩多彩。啊，他的脚胸怀八尺，脚五孔呀，五孔。他的脚幽默风趣，他的脚过目不忘。来吧，在哪儿呢？哪儿拍？和他的脚。耶，香的嘞。我出现了。翔哥，翔哥，你也要一起合照吗？我不合照，我在做。没有，我在那就一起吧。那都比个爱心。来啊，准备啊！举世闻名的爱心，比个爱心，你快，人家的脚都会比爱心。预备啊！来说三，香的嘞，香的嘞。